old is Guy Tauber? 10 years. No. Oh, 50 years. I would say 50. 20 years? 25 years. 15 years. 30 years? 20多岁吧. 20多岁,大概20几岁. 25岁. Probably... 45。 经过这一大轮的采访，我们发现这 Sky Tower 到底年方几许似乎显得越发神秘了呢。但是要说起来呢，对于奥克兰人，对于新西兰人，甚至对于整个南半球的人们来说呢， Sky Tower 啊，绝对是地标性的存在，毕竟人家可是南半球的最高建筑呢。可是对于我们如此熟悉的朋友，如果您不知道他年龄几许，不知道他生日为何的话，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说不过去了呢？ 所以呢，我就要揭晓答案了。 今年 Sky Tower 已经 25岁了。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 Sky Tower 也有一系列可以薅的羊毛，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活动都期待着大家来参加呢。所以呢，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看一看我们都有哪一些活动可以让一家人在这里头畅玩一整天。超强攻略就要带给大家喽，我们一起走吧。 哇，我们看见这么漂亮的一个宣传板已经展示出来了啊！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呢， Sky Tower 对于新西兰来说，每天晚上它都是夜景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它是最亮的星，我想都不为过了。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呢， Sky Tower 呢在每天晚上总会以不同的颜色来示人啊，去庆祝一些相应的非常有意义的节日。在8月3号的晚上，它就会以这样缤纷绚烂的形象闪亮登场，向世界来宣告我25周岁了。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 Sky Tower 总会有各种各样绚烂的颜色。那么从8月4号到8月6号的晚上6点到9点， Sky Tower 的颜色由您来做主，这也是25周岁的 Sky Tower 奉献给大家的一个特殊的活动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 Sky Tower， 并且呢将您喜欢的颜色给 Sky Tower 穿上相应的盛装。 我已经为大家发现了8月份来 Sky Tower 必薅的羊毛之一，就是这个灯塔的这个票价了啊。平时呢，这个价格应该是在25刀左右。那我们看到优惠价19.97块。据说啊，这个意义呢，也是因为1997年 Sky Tower 建成的。但是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呢， online 这个是必须在线订票才有的优惠哦。所以呢，如果您心动的话呢，马上就关注这个 Sky Tower 的公众号，或者呢去他们的官网进行相应的订票，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了。OK， 话不多说，我们向下一站进发吧。 大名鼎鼎的 Sky City 的超强电梯，我们感受一下啊！搭乘着官方电梯呢，我们来到了位于50层的 Sky Cafe。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 views 是非常的美啊，而且呢，我们来到这里，据说有第二波羊毛可以薅。我们走吧。冰激凌，口味还蛮多的哎。 第二个羊毛我已经率先薅到了，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冰激凌球，只需要2.5纽币哦。也就是说，您只需要花2.5纽币，您就可以享受一个或者非常香醇，或者非常甜美，以及被所有美好的城市风光充斥着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下午。还有什么比这更超值的吗？ 一杯香醇咖啡，一个甜美的冰激凌，完成了我的一个完美下午之后呢，我将要去往51层。据说呢，那里也会有惊喜呈现给大家。在 Sky Tower 25岁庆典之际，大家在主观景台上还将看到一场叫做“记忆之旅”的图片展。在这场展出当中，大家将看到很多在 Sky Tower 的建成之初很多珍贵的老照片，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普通的民众和 Sky Tower 的亲密合影。 通过这样一场记忆之旅，大家将会看到，在不断变换更迭的时空当中，始终如一的 Sky Tower。我还为大家发现了一个好玩的 Sky Slide 高空滑梯。那么，现在就有人在玩，尖叫声不断啊！那么，其实呢，在这个25周年庆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优惠的价格来体验一番15纽币哦，这个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哇，轮到我了，该我体验了，好紧张啊！
You want to go fast or slow? Slow.整个那个过程感觉非常的逼真，如果你想来亲自体验了一下，然后呢，您还可以去体验那个更快的速度，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超级刺激。我头晕。从电梯下来了之后，正对的这里呢是纪念品店，在纪念品店里头呢，这个 Sky Tower 也为大家 set up 了一个小剧场，大家看啊，这个整个的感觉氛围是非常神秘的。那么其实，在八月份的每一个周末呢，在这里从11点、12点半，还有下午的2点，会有3场相应的表演，有非常精彩的魔术秀，还有呢特别受到新西兰本地的小朋友欢迎的 Bubble Go 都会为大家呈现美轮美奂的表演。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喽。 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不不不，薅羊毛第三波来了！整个八月，只要您在 Sky Tower 售票处购买门票，就可以只花15纽币，享受当天从早上8点开始整整12个小时的超长停车大特惠。另外，在8月4号当天最负盛名的 Sky Tower 惊险项目 Sky Walk 和 Sky Jump 只需要半价哦。同时，从5号到7号这3天也能享受75折的优惠呢。 还有8月的每周三至周五的晚上，在超级网红餐厅 The Sugar Club， 25纽币就能享受一个有鸡尾酒浪漫加持的夜晚呢。八月份在 Sky Tower 有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和优惠可以享受，您还不心动吗？如果心动的话，赶紧带上家人来这里嗨玩一整天吧！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为 Sky Tower 庆祝生日吧！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新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Sky Tower,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生日快乐! 天空塔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Happy birthday, Sky Tower! 和我们一样25岁的 Sky Tower 生日快乐！